儿媳妇，怎么了妈？看电视呢。哦，这会儿没事吧？哦，不忙呀。我心里有个事呀，不知道怎么给你开口。这不说吧，心里憋得慌；说了吧，又怕伤了咱娘俩的和气。妈，有什么事你直接说就行，咱们都是一家人。那去年你不是借了我3000块钱吗？哦。你想起来了？哦，对呀，妈，妈，我去年不是找你借6000块钱吗？你只借给了我3000，还欠我3000，然后我又找你借了3000，等于说我又欠你3000。那你欠我3000，我欠你三千，你也不用给我这3000，我也不用给你那3000，那不是刚好扯平了吗？那咱俩谁也不欠谁。对呀，你也不用给我了，我也不用给你，谁也不欠谁。你看我这脑子，刚才的事呀，就当我没说。没事，妈，咱都是一家人，以后有什么话呀，直接说就行了。好，那你看电视吧，看电视。哎，我怎么总感觉哪里不对劲呢？